难敌七年之痒，父代恋玩完啦！俾自己新嘅礼物，祝福自己重新上路。追求定结离，美子代表你。06年一吻定情，而红爸爸身患重病嗰阵，阿成四出寻访名医，尽心尽力。离世一刻，半个女婿嘅阿成仲亲自打点身后事，有情有义，成嫂地位可以话稳如泰山啊！之前两度甜蜜攻城，激腿中途杀出，又系拍 MV 挞著嘅肥狗。上两个礼拜，边就开始微博写埋啲古古怪怪嘅嘢，已经开始埋伏线咁噃。原来佢早就同阿成分咗手啦，传闻第三者就系肥狗。寻日佢仲好风骚咁宣传套剧，一巴车埋剧中苦心汉船说说道，阿成就自己车自己，好黯然咁去咗尖沙咀酒店，搵连马丝袜针，一份薯条两份食。而重新上路嘅 Lin 早前就话好想去旅行，不过就未必同阿成去啦。唉，之前仲传两个会结婚，点知依家真系分手个分啊！